来到三重非常知名的三重 YouTuber 民宿之家。那我们今天就是来体验一下，说跟很多女生住在一起是什么感觉。我们再来是严禁早睡，因为我们这边都蛮晚睡，不能早睡，你晚上会穿这样跑来跑去。那是我的声音。你认真，女生会用这边洗澡，这浴巾。哎，你们真的是要让我洗碗是不是？大家好，为了是你问号，我是黑羽，是你是那个海恩奶油吗？对。哦，怎么这么多人？哎，这个好吃，你要喝这个吗？好，我一杯的，欢迎收看今天的九门秀。大家过去有没有看过那种幻想的后宫漫？就是像《纯情房东俏房客》啊，或者是《粗包王女》。那这种后宫漫的动漫呢，通常都是有一个命中注定的男主角，跟很多各有特色的女生住在一起。真的是作为观众、阅读者就觉得哇，人生真的有可能发生这样子的境界吗？那我们今天就是来体验一下，说跟很多女生住在一起是什么感觉。我们来到三重非常知名的三重 YouTuber 民宿之家。要来了。哎，怎么是你？这个是我们的三重民宿老板黑羽的。你好。所以你就是九妹嘛，今天要入住是不是？对。好，来，请进。很多 YouTuber 其实都是跟家人住，那家人很多会反弹，再搬出去住嘛。那搬出去你没地方住的话，我这边其实都很欢迎。可是我在这边，我有严格跟他们讲过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来这边不做事情，你要做你的频道，要认真做。哎，来，接下来要看我们的入住须知。哎，你们还有入住须知？对，我们其实是为了女生定的啦，有几项一定要严格遵守一下。第一个，严禁抽烟。哦，我这个不烟不酒，新时代好男人就是我。不错。再来是严禁早睡，因为我们这边都蛮晚睡。不能早睡。对，不能早睡。早睡的定义大概是多早？你可以早上6点睡。这点没问题，那也算是我很早睡。再來是近看室友洗澡，有人看重视吗？太低级了吧！不一定啊，我们这里都创作者，说不定有人就放 GoPro 在浴室里面也不一定啊，对不对？这条是不是因为了黑羽写的？没有，这条是为了新入住的房客写的。我像那种人吗？你们两个都很像。再來是男生近穿四角裤乱跑，所以三角裤就可以。啊，没有，三角裤也不行，内裤都不行的，就不能那边甩来甩去，不行。所以你说男生近穿，所以女生就可以穿，是不是？对啊，女生可以穿啊。所以你有看过？我们这边的话，女生顶多就穿那种感觉很像没有穿裤子的那种感觉。那谁穿你最喜欢？我女朋友穿我最喜欢。好，我们下一个，我们看下一个，我发现乱接话，必须订阅黑羽，这很难呢。哎，那我不好意思，我现在要检查一下。对，你今天要做，我有订阅你。哎呦，讲这样，来，给你看，是不是已订阅？你看都没有红条，代表说都没看。哎，有订阅算不错了吧？铃铛我帮你点起。不要点动那铃铛啦！好了，算了，有过，可以，是不是可以入住了吧？这样可以入住，对。好啦，那接下来要来填你的入住手续啦。哦，你们一定要弄这么正式就對了？没有，只有男生要。只有男生要，而且还要破90公斤以上的，破90公斤，哇，那我真的不太符合资格。全世界你最符合。来啊，我来给你一下你的入住手续，要填一下这里。哦，很可爱哎，我们自己纯手写的，哎，很可爱，请女房客写的，真的。来，我们先写一下姓名，我本名，你应该知道我本名吧？翁什么的？翁什么？身高180嘛，体重80。不好意思，我们假如发现有一些资料不符合你本身的话，我们可能会影响到你入住。你身高多少？我185。那我比你矮一点，我180，差不多吧？好，合理。三围，体重写90好了。三围，我记得我的胸围比球球大10寸的，我是42H 还是42G 的呀？好，42G。三个黑羽的优点。对啊，你入住你应该知道房东的优点，很正常吧？好啦，三个黑羽的优点，有钱有吗？你有钱吗？有钱。要被我认可有钱。大概要到理科太太哦。哇靠，那真的蛮有钱的。对啊，好啦，那黑羽人真的蛮好的啦，人很好。
年轻算是优点吧。年轻算是优点。对啊，你现在才20出头，23了。哎、欸，那你也老了耶！我认识你的时候才19还是18哎。我还再差7年，我才31。三十怎么了吗？30就是初老的开始，呵呵。黑羽频道订阅数，九妹，我们交情这么深，应该是可以的吧。这我真的知道，41万吧，应该算多了呗。41万对吧？我是不是讲对了？没错没错。好，大家多多订阅他啦，黑羽有钱啦。最爱黑羽哪支影片？黑羽日更那么多支影片，要我选出一支来，真的是非常困难的。那真要说，真要说出我最喜欢的。当属我来上你节目的这一支，好啊，谁、哦、来晚餐？谁来晚餐？穿我紧，真的穿我紧啊！没有，我这边还有房卡给你。好可爱哦，这个房卡。然后在去我们房间之前，我要先检查你的行李，看有没有带违禁品。其实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哎呀，我特地带了。听说全台湾不超过10个的行李箱来，是 YouTube 送我的行李箱。我靠，你还有印自己名字哎，这也太夸张了。这个是好像去年突破百万的 YouTuber 台湾 Google 送我才有，是不是？才有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违禁品。我靠，你带的东西也太多了。其实都是衣服啦，没有什么违禁品。这个是那个笔电的，笔电的变压器啊，就一套浴巾，这浴巾还是毛巾？浴巾。这是你的内裤，你内裤最好这么小。对，为什么我内裤那么小？谁的内裤啊？这两个女生的四角裤，没有没有，如果是女生，这也太大了吧？算了，没事。欸、不要闻啊！这一个是什么？哦，这个是一定要带的、啊、小贝贝啊，自己的棉被。这个小贝贝太大件了吧、啊？要不要一起闻一下我的味道？不要，怎么有点酸味？哪有酸味啊？有家是家的味道啊，就是觉得到自己家啦、啊。我问看，没有酸味，就一般。蜜杯味道。屁！啊、你怎么知道蜜杯味道？啊、你有知道蜜杯味道？好啦，那接下来我就带你去看你的房间。好，看房间。来。哎、欸，这个是你们其中的房客吗？对，他叫芭比，他是我们其中一位。嗨，芭比，你好。有上次有看过？对，他就是负责帮我可能打扫，我叫他丢垃圾，然后叫他扫地，然后被我烟烫这样。烟灰缸。你是烟灰缸，辛苦你了。大家好，我是你女友的芭比。我大概2-3个月前过来住的，然后这边很热闹，我就觉得回来的时候有人在等的感觉很好。那我就不用洗碗了。而且为什么芭比在看跳蛋啊？不是我，没有。不是，这个不是。哎、欸，你为什么要看这？不是，主攻敏感地带。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吗？好，我们来看你房间。警察先生吗？哎、欸，什么？有没有烟灰缸的？来，我看这间吗？在这间，来，带你看一下，这就是你的房间。之前是黑熊住这边，有点灰尘味耶、啊，那是黑熊的味道啊。可是我要住，我是要睡哪里？上面啊，这上面是床吗？对啊，这是床、啊，你看，这感觉随时会破洞哎。我跟你讲，这是角钢。哥，我很久没有住这么小间的房间，又有那个幽闭恐惧的感觉。我习惯那种大一点、开放式的空间。那你不要关门啊！哎、欸，那我不要关门，会有一些女生进来吗？想太多了，不会、啊。对，那是粗暴王女才会发生的事情。那接下来我就带你参观一下这里环境。对啊，要介绍一下房客吧。好，我先从这边开始。哦，哎、欸，真的很眼熟哎。啊，他就是那个之前上过你节目啊。哦，哎、欸，那个性幻想第一名的。我性幻想。我知道。在球球啊，球球。欢迎入住。因为我就是创作的生活作息跟家人太不一样。应该说那时候就是我。还在人生迷惘当中，然后就因为黑羽，然后认识很多 YouTube 的朋友，然后就是有器材可以拍摄，然后有场地，然后他完全不收我们钱，然后就很照顾我们。球球大概住多久了、啊？半年多差不多吧，那蛮久的、欸。是从过年才会一直住在这。啊，再来这一位，哎、欸，他不露脸，他是我的小帮手。对，我的员工，也是烟灰缸之一。他没有，他不是，因为我付他钱，所以他还帮你弄影片什么有的。没错没错，他现在帮我刷游戏 ，FGO。你的房客啊，还在帮你刷 FGO， 这应该要剪掉，帮我剪掉。来不及了。你的房客还要帮你刷素材哦。我认识很多有钱人，可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有钱人会在家里养一个人，然后帮他刷手游。哎，好，我们看下一间房间。哎、欸，这间我上次有来过，可以吗？那不然球球来介绍好了啦。帮观众换一个箱的。好，我们更换这个，更换导览人啊。导览员，房间已经包乱的啊。哎、欸，这是你的睡衣吗？对呀。这天晚上会穿这样跑来跑去。你认真？没有，我只穿在房间里。哦，只穿在房间。
你房间有什么比较温馨的东西吗？上次床，你床我躺过啦。不是，上次拍那个是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才稍微躺了一下下。躺着。可是我觉得侧睡也很不舒服哎、欸。温馨的东西哦、喔。对啊。那够温馨。什么东西？你说那个马桶衣吗？这是我唯一温馨的东西了。不是没有看你自己上我们节目啊、欸？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其他房间给我们看一下？其他房间可以看吗？好，接下来去那个厨房。哦、欸，你厨房可是你们有在开火的吗？有啊 ，YouTuber 有在开火。有啊，我们都自己煮泡面。哇、哦，自己煮泡面哦、啊。我想说，我刚来的时候，明明就听到他们在订 Uber Eats。不好意思啊，真的行了，房东来了，然后你直接入境是怎样？哎，九妹，你等下记得要洗哦、喔。我要洗碗哦、喔。我们在拍摄，不好意思，专业一点好不好。你平常碗都谁洗啊？最新的那一个。菜鸟。对。啊，这是你对不对？那你麻烦一下。好了，那我待会来弄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去 Juno 的房间，然后这边是女生宿舍，比较不方便拍。哎、欸，里面住多少人啊？女生宿舍里面最多可以住5-6个，这么多？里面是一空间，是不是？对啊，5-6个。里面还有那个上下铺。啊，这间呢？这间？这间是 Juno 的房间，但是我不知道他在不在。他不在，敲门直接打开。Juno 不在。你是说那个改密码的那個？密码被改掉的那一个 Juno 吗？对。哦，哎，我可以住这间吗？这间不错哎。哎、欸、，Juno 的房间是这里面最干净的哎。看 Juno 晚上有没有回来？回来再跟他聊一下。你说聊一下。聊一下那个密码要怎么设定啊？九妹最期待的就是浴室。欸、其实我洁癖耶，我其实很怕浴室脏哎、欸。你们的这个浴室比我想象中干净。这边是女生用的。女生会用这边洗澡。比较多都是女生在用这边。哇，那所以这个浴巾，这样香吗？香。有点咸咸的味道哎、欸。香对不对？这是女房客的浴巾是不是？这个是黑雨擦。等一下，擦海水缸。海水缸啊。擦鱼缸的。对啊。怎么放在这里啦？啊，不然挂哪里？我有黑雨的浴巾呐、啊，这是很煞风景。好，那刚刚稍微参观完，那感觉怎么样？是蛮适合居住的啦、嗯。然后也有感觉的是，有些细节、有些点是创作者跟一般人的地方不一样，就是走到哪里会有灯啊，走到哪里会有摄影器材啊。哦，或者是你们荧幕有时候开着就一直在看着 YouTube 的后台啊什么的，待会我可以帮你们看一下，好不好？好不好？那我先换个便服，我们就准备开始啊，洗碗，该洗碗了吧？该回收啊！对啊，换衣服完洗碗，然后回收记得丢。好，各位，接下来呢？哎、欸，你们真的是要让我洗碗是不是？真的啦，赶快啦！嘿，吃过，好恶哦、喔，好油哦、喔。没看过这么贤惠的男 YouTuber 啊，应该可以去躺在沙发爽一下。哦，不要叫我洗碗了。哦，你洗好了，是洗完我洗完了。而且还有什么要吩咐的？你啊，那你先帮我喂鱼好了。我在很好。不过喂鱼我蛮愿意的，因为你的鱼蛮可爱的。大概抓了四量，然后就往里面。四量这个词很暧昧。多来一次给你放。然后我就这样撒进去啊。上锅举过了。他们回去。哎、欸，来吃饭啦，各位。直接用撒的啦。你就抓个3-5把这样丢进去的。3-5把。接下来就像你丢一下垃圾，帮你丢垃圾啊，回收跟垃圾再要换。这边这个，你这边还有水哎，等下进来去倒掉。我还要帮你把饮料倒掉。你可以回来再倒，你先帮我把回收丢掉，收一收，这个一样，哇，好爽啊！哎、欸。有多少给你100万订阅放到垃圾？哎，这跟我当初预期的都不一样哎。好，垃圾，一般垃圾就是。好。我觉得左边很脏。哦，好臭。哎，是新房客吗？啊，不是，我才是新房客，所以你是房客。你是 YJ 吗 ？Roy。嗨。哎。你怎么在这里？我房客啊，我新房客啊。哎，你有没有跟我们说的？因为我没来、啊。还好吧，我可以住这边吧。可以啦，当然可以。那你等下记得去洗碗。洗完了。好。因为我以前是在南部自己做，其实蛮孤独的，蛮寂寞的。哎、欸，又要很常来台北做事情，然后也比较喜欢跟大家一起。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边蛮开心的。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比较
情绪低落，然后觉得自己不能一个人待着。然后因为我又是比较矜的人，没有很喜欢跟家里谈心事，就一直跑来。老实说嘛，会困扰，毕竟一个男生要住这边。完全有乐吗？他们刚刚说有一些频道的问题想要咨询你哦，做 YouTube 是不是？对对对，毕竟你身为这个150万订阅的哦，对对对，那我们先欢迎第一位 YJ。Hello，Hello。嗨嗨嗨 ，YJ， 嗨。难得你在这，那我就。对啊，你最近你有什么疑问吗？哎，我觉得你算经营的很起色。对啊，我觉得你算经营的很好的，因为你看哦，你的这个订阅数是100000嘛。嗯。对啊，你看你都有到达你订阅数的大概90%到100%，这是非常高的。就是这几支最近都蛮好的。可以了，可以换下一位。谢谢九妹，加油加油加油！200000订阅。好，那我们欢迎下一位病患啊。下一位病患。好，医生。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今嘛，我就是想要。哇，你整个笔电拿进来，那看你的哈。好。我刚刚有问芭比说，因为其实想要当 YouTuber， 这听起来是废话，但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想要当 YouTuber 的前提是你有没有真的很想要成为一个创作者。我的观察是这样子哦，你只要一直认真、持续、不懈下去啊，总有一个空档是大家突然都松懈，只有你发片。10次大家松懈。不发片，10次只有你发片的时候，总有一次又中。你只要抓住，你就中。谢谢医生，谢谢医生，谢谢，加油加油，100000订阅哦。好的好的好的，拿牌哦。好，拜拜拜拜，下次见面就有牌。下一位挂号的哈。嘿嘿嘿，我要来问一下，哎，房东房东，对，来。没有，你400000订阅，你手表勾过来，要吧要吧，你不用问，你400000订阅，要吧，可以啦，可以。你最近有什么烦恼？我最近有什么烦恼？我在恋爱上面有烦恼。恋爱上什么样的烦恼？我常常跟我女朋友吵架。吵什么？啊，算了，不好说，我先走了。我自己 Q 一 Q， 然后自己走。哎、欸，九妹，哼，差不多到晚餐时间了。嗯，对，所以你要帮大家点一下 Uber Eat 哦，晚餐时间。对对对，没错。所以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吃饭。哦、那也可以啊。哦。九妹，这个，你要喝这个吗？啊，我一杯的。这个要配这个。这个口味很好吃，你试试看。那你跟我们吃饭开心吗？开心，很开心。真的。很好，很好，嗯。好，所以我就去问他们要吃什么外送。好、哦、的、啊，你就一个一个问就好了。好 ，OK， 来来来，好，你要吃什么？我吃个，我看看啊。哎、欸，这边应该很多好吃的哦。你刚刚没有出现哎，是你是那个海恩奶油吗？你平常也会来这边吗？偶尔。所以你不是房客，但是你蛮常来。黑羽的民宿，正在考虑要不要成为房客。你要考虑要搬过来哦。有啊，我很寂寞，但是这里很热闹。这个海恩姐姐要吃什么？海恩妹妹要吃沙拉。好，点完，下面一位，球球。吃饭了啦！你刚这么明天我叫你哦、喔。那你要吃什么？你想吃什么？准备好了。我进去了哦。有人乱入。欸、你在直播、喔，但是你观众应该不会认识我。大家好，我认识你问号，我是黑羽。那我黑羽平常定期会骚扰房客。对对，哎、欸，我们现在要订 Uber Eats 啊，你们要吃什么？然后有一位是你是房客吗？我们刚刚没有看过哎、欸。嗨，对啊，今天来住。你是大中，我周末都会来。你怎么称呼？寒冷的寒，寒冷的寒，所以你偶尔也是会也是房客，然后会住在这里。对。好，各位点完了，那我们大概准备去帮他们领餐。Hello， 老师鸭条，就这样吗？对。嗯，各位，他们还叫了一整只烤鸭。
哎、欸，各位可以吃饭哦，加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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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订超多的。哇、欸，今天订好多，就不知道我刚刚一直去拿，很辛苦。刚刚不是应该给女生做吗？太大只了啦！你也很大，你好。不要五十斤笑百斤。你说我们今天有多少房客、啊？跟那个来宾应该有六七个吧，六七个七八个。好吧，那好，我们去坐。那我们坐旁边，我们坐旁边，坐旁边。我怎么坐？嗨嗨，林醒是吧？哎，这是林醒。哎、欸，我觉得黑羽这边很温馨的点是，大家来来去去，像海恩奶油刚刚就走了，对。然后现在就是又林醒又来了，林醒进来刚好，因为他住隔壁而已，对 对, 對。哎、欸，小妹，这个是要自己手捏饭团，捏饭团给大家吃。我还要捏饭团给你们吃？对啊，我有附那个手套。哦，然后啊，有指定形状吗？上次要三角形，然后肚子。哎、欸，我兔子捏好了，可以吧？来，皮卡丘啦，可以啦，皮卡丘。我这不要太细。哎、欸，等一下你捏太多了，不够后面人吃。有啦，还有啊，还有饭。去。哦。所以说，我再不打 low 了。9点多了。哎，平常还有什么晚上休闲活动？看冰火，看冰火之歌。我打卤，上个凌晨都会打到赢，然后就打到早上，因为都赢不了，因为都赢不了，你们赢不了对不对？对，想不想要体验一下赢的感觉？你会打？你会打？哎、欸，我撸超强哎、欸！打哪一路？我五路精通哎、欸！那我们再加油。可以啊，我带笔电。Welcome to Summoner's Rift。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来了各位。准备好了吗，孩子们？我、欸、很久没玩电动了、欸。我还没有接到我的梗呢，白痴。你说海绵宝宝吗？是的，船长，是的，船长，太小声喽。是的，船长。先靠准备吧，谁是那个房主就直接开始喝了。哎、欸、，Jungle， 我需要帮你开一下吗？需要。你看我连这个都知道，我是不是高端？哎、欸，球球可以来帮我。我跟你讲，当年就是我选择做 YouTube， 不然现在台湾有第二个世界冠军呢、欸。啊，球球，我可能会去世。会不会啊？行不行啊？嘿，飞到不行哎、欸！举报他！快点！晕他！有！是不是？晕他！是！看到没有？再来！冰鸟，不要砍他！是那个！拜！就！哦，你没闪现。来！我 OK， 上来！来，go！弄他！五路精通了，看到没有？哎！我他妈闪现了！阿盖，可以，我弄他碎了！呀！啊，你看，雷兹来了！啊，上！卡特！卡特还没死！赵信的问题，黑羽的问题。靠！好痛！没有，直接杀进来。卡特，太痛了吧？巴雷啊！刚刚说，算了，我们会帮到自己人。算了。其实刚刚就是稍微，我觉得是黑羽在开战，那个 Q 上也没有 Q 好，好难，这游戏太难了吧？各位，现在已经晚上快要11点了，然后我要先。目送我们这个节目组的人回去休息，辛苦了，晚安，好好享受。好，各位，我刚刚已经洗好澡了，然后呢，但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已经快要1点了，应该待会要睡觉了吧？但是你们怎么看起来精神都很好？啊，这我们才刚开始啊，他们连洗澡都还没洗耶。那我们待会有什么规划？你要先陪我拍个影片，来，起来啊！我认你现在还好吗？我有点累，因为我们今天从上午就开始拍到现在，对，其实我也蛮累的，但是我觉得还行。好啦，身为一名 YouTuber， 应该还行。好啦，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黑羽，自己介绍自己了，我要自己叫，那我是草爷。好，对，我们现在邀请草爷来夹娃娃，夹起来。啊！对，阿
多久以前的照片？我靠，这张超好。各位，那刚刚跟那个黑羽拍完一次片，然后就输了，要惩罚。惩罚就是要去买宵夜。哟，好了，那我来统计一下大家吃什么，你帮我录一下，我帮你录一下。你们要去？你们要吃什么？他们先登记一下，对他们要吃永豆。附近有永和豆浆。对，就在后面也很近。对，然后顺带一提，我不会陪你去，我们请黑熊陪你去。欸、我要穿这样去很丢脸。不会，我觉得你这样穿起来还行。小米味来点餐。冰豆浆，他冰豆浆成二，小笼包一盒。对。好，那我们就出发了，我们就出发了。好，各位，我们现在就是穿着睡衣，然后要去买永豆。大叔，只要你穿着睡衣、啊。这里到底有没有永和豆浆啊？有，在那边、啊。好，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永和豆浆，福记永和豆浆。谁跟老板讲？不是啊，你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穿这个睡衣出来？你有病是不是？还好吧，穿这样走路他们正常吗？很不正常啊！不要逼我。你们觉得他正常吗？各位，我们买到这个宵夜了，准备回去了。好了，各位领宵夜，领宵夜，那你就自己，你们就自己领吧。可以吗？这有柯南的制服，哎，这套有点猛哦。什么？其实我也没有看得很清楚，就随便讲猛这样。黑暗中略带一点点性感。来了，给镜头看一下，哎，冰是冻的，冻饮比较好。来第二轮有他们要喝酒，但我个人是你带的，哎，这关是什么？耶格，三十几趴，哎，你会喝吗？40%耶格整罐，他们现在要开始了。干杯！然后我怎么会跟那么来祝大家早日百万订阅？这是怎么回事？干杯！好，各位，现在已经到晚上场了。那我发现啊，就是黑羽工作室除了我跟黑羽，其实还是有超多男生的。没错，这跟我幻想中完全不一样。这什么画面？幻想破灭。没有，其实今天算这画面很油哎。现在。早上5:05，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工作室有哪些人还醒着，基本上，大家都好醒，他妈全醒着，好嗨哟，好嗨哟，好嗨哟，感觉人生已经来到了高潮。大家去睡觉了。5:05，然后今天的天亮时刻是5:20，我要证明我们这个节目是从头落到尾的，来给你们看，来，天空已经要亮了，有没有看到？好，黑羽要睡觉了，拜拜。这样很突然的。黑羽，拜拜。啊，可是黑羽，我们10:00还要拍结尾哦。你作为那个要出现哦。10:00吗？对，我最后决定呢，就是睡客厅。然后他们现在帮我把沙发拉出来，靠你们了。终于有妹子帮我做事情。好累哦。不能去，我可以叫大家叫你起床。现在早上10:15，我们又来到黑羽家，准备来看一下九妹睡得如何。没动静。黑羽呢？是吗？爽吗？你昨天几点睡啊？我再没怎么睡，我昨天大概。他们弄到6:00，然后其实他们还没有要散，然后我就说在客厅，我说你可不可以让我在客厅睡一下，然后我就一直在睡了1.5小时。黑羽也没什么睡，没有，我帮你看，开个灯好。现在醒着的，就是因为黑羽是刚回去睡一下，然后还有我，然后我刚刚还看到他应该还醒的是 YJ， 因为昨天晚上只有 YJ 正常睡，而且我记得你不是超晚睡的，我没什么睡啊，因为。其实我睡不醒，我有点认床了、啊。然后因为睡客厅，原本是打算要睡你那个原本那间，哦、对那间后来是那个谁睡，喜天跟福天。然后我后来，其实沙发比较舒服，的确比较舒服。沙发比较舒服。可是我在那边睡没有很好，是因为有些人走来走去。哦，那这一次我们体验了很多的后宫番啊，后宫漫画里面那种男主角跟很多女生住在一起的感觉。那这2天1夜，九妹的感想是什么？好累啊，好想睡觉。反正就是我觉得黑羽跟房客之间的作息完全就是大学生，
想象我们从昨天白天一路这样子，然后什么到凌晨吃东西，然后吃晚餐、洗碗、丢垃圾、丢垃圾，然后买晚餐、买晚帮他们订晚餐，订完晚餐之后打 LOL 嘛，然后还跟你拍片，拍片拍片输还去买宵夜，买完宵夜回来之后吃完宵夜之后，他们还喝了一轮酒，我没喝哦，对，他们干掉一罐野格，就一群人围在那边，然后我们在讲故事，大家在那边听我讲八卦。对，然后讲故事讲到四点多，然后我想说他们有没有人要睡，结果只有一个 YJ 睡，然后最后看日出，看日出之后我真的受不了，我就说我要睡客厅。那所以昨天给我的感觉，这样住下来没有到后宫的感觉，因为后来其实男生也多了，但是的确有很青春的感觉，大学生的生活，很青春的感觉。我觉得你这边很适合创作者久久来充电一次，聊聊天，吃个饭，很开心。不过最后还是再次谢谢黑羽啦，黑羽是也算是有全程陪我们拍，就是最后你看是我们两个醒着啊，他们都在睡觉，真的。那大家有兴趣就是看，如果看到这次黑羽的影片里面，然后还有任何人你们喜欢的话，都欢迎去追随订阅他们，好不好？对，订阅我那个，我需要一些费用才可以支出这里。对，好了，那我们九分秀就是每周六晚上6点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也谢谢节目组这两天也辛苦。毫无生气。我们下周见啦，拜拜。宇哥，很谢谢你创造了工作室这个地方，然后让大家伤心难过、开心的时候都有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可以聚在一起。又复杂又感动的，因为就是他平常真的很累，可是他要帮我们这么多，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如果有什么就是我真的能帮到他的事情，就希望他可以直接跟我讲。先感谢黑羽，就是在我很低潮、很落魄的时候愿意收留我，然后也很感谢就是他创造这个环境，然后让大家就是没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可以就是互相有个那叫什么照应吗？真的非常谢谢你，然后你要好照顾身体，真的要好照顾身体，拜托求你。到现在有这个，虽然说还是很佛系啊，但是我觉得我有努力在出片了。感谢黑羽，谢啦。那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们会流浪在街头，所以就是如果他真的有需要的话，有需要的话，黑羽记得跟我讲。宇哥，就是谢谢你在我很低潮，然后没有器材，然后也没有经纪工的时候，带我进入 Capsule， 然后就是带我进入黑羽工作室，应该还行吧？宇哥可以吧？你当初是怎么样才加入反骨？他就跑来跟我搭讪啊，叫出来，就帮我逼一下，逼一下，逼！你爸本来还想买许配给石油大亨，这什么小说情节啊？例如你讲说女生在房事上最讨厌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很有道理。没有，跟我现在的无关了。所以你那个时候怀孕，你有家庭革命吗？我爸那时候本来就有高血压，然后他吃到高血压发作，直接倒在警卫室，叫当下就是忧郁症了嘛。我就默默的把所有的药袋拿起来一次放在手上，然后水就这样灌，然后就拜拜。